好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一组落成快讯。根据洛杉矶华人资讯网4月20号的报道，根据洛杉矶县警局人口失踪部门的消息，核桃市的一名华裔的长者失踪了。那么失踪的长者的名字叫做范小郎，英文名字 Nancy， 现年77岁。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4月19日的上午9:50，地点是在核桃市的 Settler Court 22000号。Nancy 的身高5英尺4英寸，体重115磅，黑色头发，棕色眼睛。他被诊断患有过焦虑症，家人现在十分担心他的健康和安全问题，向公众来寻求帮助。知情人士请您联系警局的人口失踪部门323-890-5500，也可以拨打匿名的报警电话800-222-8477。根据本台记者实地报道，在本周日，也就是4月23日，一年一度的626 Golden Street 黄。